给自己个取个摄制组，咱们叫什么什么什么新闻组？我们一路至胜。一路至胜。对。来，等会，别着急，我跟你说。三二一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一路至胜报道组，今天我们来到了青山村。我进入青山村之后，发现了十分显眼的有一个年轻小伙正在球场踢球。你把词儿捋一捋，你有点断了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你捋一捋。等我一下。我们是一路至胜的，今天来到了青山村。对，来到青山村，发现我们来到青山村之后，发现。你别在这儿卡着，你说发现有一个年轻小伙在踢球，在踢球，到底他在工作，在周三的下午。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我的嘴条能变成这样？800标兵奔北坡。没有，就我在这个画面里看你特别正式的在介绍，就还但是卡还是挺搞笑的。怎么样？可以，捋好了哈，捋好了，好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一路至胜报道小组，今天我们来到了青山村。进入青山之后啊，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有两个年轻人正在球场上踢球，但是我注意到现在的时间是周三的下午3:30，在一个本该工作日的下午，他们却在球场上无所事事的踢球。究竟他们是无业游民，还是一个村里富二代？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您在周三的下午3:00踢球，是因为您很有钱吗？没有，是因为刚好天气今天这么好嘛，不出来踢球浪费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您有工作吗？当然有工作啊，当然有工作。所以您是在村里工作是吗？对，我在村里工作，村里工作。好，这一段垮掉。有点粗。哎呦，垮掉！这前面的开头能用，前面开头能用，这一段就垮了。是不是你换了个问题？我有点听不进去了。我说怎么总能点听进去了？没事，前面入场有了。前面入场有了。这样你可以说啊，好，我们去那边坐着聊。啊！好，三二一。您在回村之前，在城市是否也工作过呢？对，我之前在城市的时候有从事户外体育相关之类的工作。回村之后，您现在主要在从事什么事情？主要在做哪些工作？这个我们说它的绿色在哪里？它这个。那我直接对一下，就说我在。制片人，麻烦让他们安静一点，太影响我们采访了。特别是咱们书记，我知道，我们不怕。刚才那个问题重新问哈，您回村之后现在主要在从事什么工作呢？我回村之后呢，现在在从事自然教育相关的工作。您回村之后生活有什么发现和城市有什么不同吗？每个月都会组织不同的学习主题啊，还是联谊主题的活动都会有。好，稍等，等后面人。觉得特别好，那很多就是来了一次两次。还成功吗？你很燥。咱们这些年轻人，你们平常活动多吗？活动还是比较多的。然后这个还是有点小。再来一遍，就能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踢球，然后会有，然后形式的话也非常的卡。再来一遍。所以像你们的年轻人回到村庄之后，在村里自己会举办的活动多吗？这个的话活动还是比较多的。那我们方便去参加采访一下吗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。等一下，好，来，还注意了，哎呀，在这儿天光就没了呀，要不我们坐那边，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，好，像咱们年轻人现在在村里的平时的活动多吗？
活动的话还是非常多的，我们会组织共同学习的活动，还有包括共同联谊的活动。然后刚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场，共同联谊的青年之夜的篝火派对。对，那这个篝火晚会我们也想着去参与一下，不知道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玩。哦，好，像您呢，回村在村庄工作的年轻人是有很多的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常住在村子里的年轻人大概有70多位。对，今天就了解了解村里的故事，万一他们的报道有一些超时短时，演播厅不能干着，没话说。嗯，可以往最后面过来看看。好，我们跟着您的指挥。嗯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公共空间。哎，很多人来了这里以后可能会坐下来聊聊天啊，喝喝茶呀。啊，我们往上走吧。好。哎 ，KTV。像这些农户就是老百姓的家啊，他们都会把自己的闲置房拿出来，然后来做这个民宿。对。哇，厉害了，厉害。这里是我们建了60多亩左右的一个大草坪，一个月都会有1到2次对青山村的一个青山 talk。嗯，那对面的这些就是毛主，毛主相对来说比较高。我想，其实咱们应该到水库那边去看一下。来吧，空气非常的好，去了就知道。太棒了，这一定要去锻炼，朋友们锻炼了，空气太好了。你们下来吧。天哪！哇！哇哇，这太美了， beautiful。 哇，这水真是依赖水，可以直饮呢，直饮拿瓢这样直接饮。但是我们为了安全的问题，我们也是呢在下面有个水厂，我看见了，对，进行一个处理的，然后我们会对这些厂房进行一个改造，那我们会在这里面做一个我们的水博物馆，水文化会植入进去。你看你看这个地方特漂亮，还弯进去一下，你看见没有？哦，就是这么一个月牙形。对，月牙形的一个水库，真正的绿水青山。对啊，这就是了，真的金山银山。哎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是啊。哎呀，太美了，青山。哇，提前完成我们任务。啊，不会听。哎呀，我们不太听得懂本地的方言，不好意思啊，奶奶。家里不俺不听，你是家里。哦，家里吃了没有是吧？哎，还没呢。怎么样？我们还没吃啊，还没有吃。您吃了吗？我吃过了。吃过了，多开心，幸福生活。让他们一个人啊，哪开心啊？嗨，弟弟，你叫什么呀？王一晨，上学了吗？还上跆拳道，还乐高。好吃吗？是。嘿嘿，我能吃一口吗？不行。不行啊，那不行我就不要。要一个。可可爱爱。哇！来来，过来找我吧，来来。哟呼！他有名字吗？奔奔。我们补一段采访，采访一下奔奔。开始。要想感受青山村村民们闲适的生活，一定不能错过我身边的这一位。他的名字叫奔奔。他是青山村的一位享受日常的小伙伴。真乖。你叫什么？OK， 我们去采访一下那位德国的设计师。走吧，出发。这是炊烟吗？炊烟。哇，这太美了。